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5月24，诗篇147篇第30安尼讲：伊医好伤心的人，包扎因的伤。三个来祈祷。伊伫伤心的天边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对我未出母胎就知影我，你对我一出世就看顾我，你对创世以来就拣选我。你连我的每一支头毛拢算过，因着我未通领受你这么大的恩典，我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间，这些时我受压到用要未喘气，我的肉体受尽苦楚，我的心灵也受尽伤害。总是主啊，你予我知，你要医好伤心的人，包扎因的伤，也因为安尼，就求你亲自来医治我心灵甲肉体的伤。祈祷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.